分享的话，我这边里面有个 PPT 的介绍，
点进去之后呢，你要看一下中文版还是英文版。好，点进去之后就有好多的简报可以使用。好，所以你们带着平板出去做生意就够了。好，我们这些有力的工具都帮你们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的介绍到这边。那您刚刚走过一圈之后，或者是我介绍的内容有没有哪里不清楚的地方，我可以直接再跟你这边做回应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在今天我们有更大的优惠跟配套要跟各位做分享。